来到了赛末地，要打表演了。嗯。对，是也是让观众呢，看起来应该想要换边哦。对，就转啊。是。逗一下观众的开心。对。还有。哈哈哈，那现场观众是看得大呼过瘾。对，对，不过马林也蛮配合的啦。哦，好，现在两位选手帮我换边，再换过来。嗯，感觉也是不错哈，也像马戏团。然后马林也没有说，哎，我都已经要输了，王一奇你还帮我当猴子耍。也不至于啦，对，这双方表演球嘛，对，而且都蛮有风度的。好，最后呢，这场冠军赛当中。